这团哦，哦，这有在新传。哎，这人塞是小妹妹呢。什么？他要上去？这一招叫做什么？躲塞开花啊！这架杠哦，啊，塞丁啊，非常精彩，一个危险的表演啊！那个小妹妹要上妆啊！各位，待会儿是不是接中各位的双手？给他掌声！哎，这个勇气不容易耶，哪一家的小孩？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掌声给他鼓励好吗？这真正吼，拢功夫底的吼，啊，看了目睭互人感动，咱真欢喜。看到咱的赛丁，咱的文化啊，有传承，有希望，非常不简单。躲在开花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不容易呢。谁家的小孩要这样子上杆？绝对没有。为什么？每个都是父母手中的宝啊！哦，要练这个功夫啊，不容易啊！我们现场的家长、好朋友们，是不是在借用各位的掌声，来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？谢谢，勇气十足啊！看了也非常感动。